雅基他总是一个人午睡，在泰雅语里，雅基是祖母的意思。我的雅基，他是部落里面年纪最大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叫他雅基。私も結婚は14年でしょ。結婚して1年の半分かな、15年だし、15年の10月15日あたりに私、主人に半分かな。最初は志願言うた、ションションのお母さんがね、生まれて3ヶ月で言うた志願した。そして言うたその計画は
6ヶ月で帰るって。でますますと戦争が激しくなったでしょ。ますますと戦争が激しくなってから9月で帰るよって手紙が来た。そして9月になって待ったら帰らない。雾社之间是最后一次的对抗。雾社之间之后十几年之后，这些小孩子进入国家体制去帮日本人作战，这是对很多人来讲难以理解。但是我那时候在想，其实这个东西最终要从一个角度来看，现在我们原住民的年轻人也不是也去当中华民国的国军，在原住民的角度来看，不管是你是汉人的证明或者是日本人的证明，其实对他来讲都是外来的证明。那他之所以去投效这个东西，也许是被洗脑，也许也是他认同这个。